家我们做一个超级拥有能力，那现在先事件，然后玩家，然后这里再使用动画表情，然后条件玩家动画表情判断，这个就直接秀出来白姿势这个，然后再动作玩家设置属性，这里改成为游泳速度，游泳速度就简简单单的500就好了吧，算了300。这个我们就在这里面吧。哎呦，不对，新建一个平坦，然后这里是水域的，比小矮贝快1000万倍。然后来这里触发剂，新建触发组，还是刚刚一样的操作。来，OK。然后这里游泳，300。OK， 来吧。看一下摆姿势这个，来这里。这个问号给打掉，看好了，超级游泳速度。哎，等会这是啥？哇哦，看到没有？强大的一棵树。哦，哎呦，扣血了。你看这么大一颗蛋，然后我游泳速度也是惊人的。来看一下吧，看来这就是我的游泳速度，你就说强不强？你就说强不强？看没有，游泳速度超级的快。来，要不要跟我玩火？走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请订阅小号游戏，拜拜。